要是我不知道规矩是什么，那我又是怎么破坏他们的呢？好，这个第一个二 Q 打完，我有点慌的。对，我又要发出一个灵魂的质问：卡玛的二 Q 有这么容易空吗？卡玛的二 Q， 他人家也不是有位移啊，真的很容易空吗？有时候真的在想这个问题。是 OK， 他帮我分走位了，还不错。哦哟，终于没空，可以，你没空你就是靠他嘛。哈哈，谁要地图啊？好吧，伙计们，不要再想我。你可以把账单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带针眼不？没带针眼，那我带个。把他带了，他带了我也带住。就他好像想往中走，这个针眼不一定会给下面。这么肿啊！哇，有黑暗收割触发，去 A 一下。英雄登场，秦刚赢，给个加速，应该会给加速。支援的很好，可以这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赢。我靠，不愧是5000场的大眼睛，技能放的蛮准的。哇，他好有细节啊！果然大眼睛玩多了也是有感觉的。哎，这个 Q 没中有点尴尬。永不动摇。
我今天手感好像很一般，等一下我找找，对，感觉得找一下手感。今天 Q 的感觉很差。就几发 Q 打的都不是很好。哎，这边打不到，那我这个蓝量很亏啊。转住，我哎推的回吧，辅助也没蓝了，我也没蓝啊，要尝试吗？那我跟他强行换点血，我看一下，你跟他换点血。今天状态好像很差。和平。没关系吧。我可没说一切东西都要。那我去做。4000场8德，真的吗？4000安输4000场8德，巴德这英雄还控线玩，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那好像我还得去，因为下路他没回，那我来。弄他，办他，那么进我们野区，我线不要了，就搞他。啊，阿 Q， 对。呀呀，300块，折150，安慰奖不错啊。我玩卡玛嘛，你还让我玩拉克斯，我拉克斯绝活，我卡玛玩的不好。对，我拉克斯绝对是绝活。双排，大师以上怎么双排啊？而且能双排的时候我也没双排，我一直都是单排上分的。对，感觉单排还好。完了，中了兵，哎我的，哎再把混一下，有点搞的，对，有点难搞的。今天什么情况？感觉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啊，我好像需要很多对局才能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呀！我今天玩的这么菜呀！安叔什么什么方子能让人变厉害吗？就让这个玩游戏的操作变厉害，安叔。
我感觉我今天有点问题，对，而且还挺严重的。平时的我不长这个样子啊，平时的我应该把他们下路，就啊，像捏小弟一样随便玩。今天的我好像，妈死定了呀，顶多啊！别，你放过我好吗？我没大招吗？没大招，看看。还好。我以为这发条有大招呢，我要大他一下，大应该大不死。喝半斤下毒，是你说的是真的正经的正经的药方吗？什么药方要先喝半斤下毒啊？这把说实话跟我没什么关系了，我随随便补刀就好了。这把已经不需要我开着了。队友他妈猛得很，永不动摇。这样就拉了个助攻，啥也没干就 Q 了他一下，我就拉了个助攻。怎么翻盘点了？就如果是现在这样子玩，对面就没什么翻盘点。但如果需要我 carry 全场的话，哎，可惜他。这不就操作起来了？对啊，这不就操作起来了，全是走位，来感觉了，我悟了，大师。真来感觉了，这波打完我全都回来了，回来把骄傲的 ED。 骄傲的落地啊，对，操作完一波结束了。